这里是法国的家乐福，法国家乐福是发源地，所以这个超大的家乐福在尼米。我架上手机，架上了。上面先用上面，底下拉住，放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这里是尼姆镇，前面这个是另外一个竞技场。今天这个罗马、雅尔，再来这个尼姆也来一个竞技场。前面又一个大教堂，可是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来去看看。这里是尼姆的竞技场，这个竞技场保养得很不错。右边这个是法院、大教堂、一个广场。这个叫做什么四方艺术，右转，第一个圆环，第一条路右转。